塞，你们这孩子水灵，什么叫水货，就这么来。刚才是我徒弟何云伟，哎，跟李菁说的这段挺好啊，挺好，这还真不是我教的。嗨，拿出来，今天来的人不少哦，楼上楼下10000多人，没那么些，心里很欣慰啊，啊、哦，很高兴，嗯，让他们俩下去歇一会儿，对，把于老师灌上来，灌上了，灌，何无暗，哎，灌，还是灌啊，何无暗灌，你拿我当屎壳郎了，这怎么能灌、啊？换上了，换上了，换上来，哎，我们给您说，哦、说的不好，嗯。水平也有限，是在座的都是老观众，对相声很熟悉，对您的肚腩比我们还宽，听得多呀，是不是，有的时候一说一个演员的简称，嗯，观众就知道是谁，是吗，侯石，哦，侯月文石富宽，对，郭宇，那就是咱们两个人，你看啊，二赵，赵振铎，赵世忠，连宋，对，嗯，连宋是啊，相声新秀，没听说过。连战、宋楚瑜、哎，那是说相声的吗？那个，你不能踩乎人家啊！没有，没有，踩乎人家干嘛呀？做演员挺不容易啊，很累哦，一天到晚的。您别瞧站台上就这十几分钟的功夫，嗯，台底下下功夫下大了，那倒是多少年的功力，嗯，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就这样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老得练，天天得练，嗯，过去老先生早晨起来站在这窗户跟前念，哦，什么叫报菜名，哪叫八扇屏啊，嗯，当当当当当，好几百句基础，说完之后一个吐沫星不许崩到纸上，哦，多大功夫呀，嘴里带水不行啊，啪啪啪啪说完了，看见院里人了，好嘛，潮了，这功夫窗户纸都说破了，下功夫，嗯，报菜名是多少个，哦，八扇屏好背，是吗，报菜名不好来，哦，八扇屏啊，比如说猛撞人吧，嗯，他有故事情节，哦，有人物，嗯，这好背，嗯，你说报菜名这玩意儿谁也不挨着谁，对，一道菜接着一道菜，嗯，不好背，愣记，愣记，死记硬背，对，不能忘，嗯，背着半截忘了，那不成，对得起观众，无论多少岁数，小时候学的，到90了，张嘴一背也不能忘，童子功嘛，无论到哪儿，争羊羔，争兄长，烧了我，这就忘了，这不能忘，还不忘呢？您这个嘴得干净哦，得利索，是啊，是不是？嗯，挺难，嗯，台上演完了回家去，家里还好些事儿，对。说相声的也是凡人，谁家里没点事儿啊？别瞧我们站在台上有说有笑的，嗯，回家也是买菜做饭，哎，拾弄屋子，接孩子上学，嗯，跟凡人是一样。对，有时候台上累了，回家两口打架，啊，也打架，一打架孩子哭，大人喊，哦，他也是，你别看站在边上没什么话，嗯，别看捧哏，捧哏的也很主要，知道吗？啊，着不昨儿那事儿呢吧？捧哏的一样，3分斗7分捧，哦，我占3分，嗯，人家占7分，嗨，不容易，台上累，嗯，回家之后做饭，嗯，拾弄屋子，哦，什么活都得干，可不是吗？我们嫂子不错，哦，嫂子买菜，回来做饭，这都他的事儿，他往那一坐，倒一两啤酒啊。我这酒量太小了吧，兑水啊，兑凉水啊，好嘛，好喝凉的，兑水，嗯，坐这儿吃，开电视看新闻联播，哦，还是撇菜咸了，撇着大伙，哦，还不满意，这还说我们嫂子，哦，你清上，怎么你也就买点菜啊，嗯，回来弄点饭，弄口汤，哦，撑死刷几个碗，我多累，我艺术家，这天到晚讨厌，讨厌，这是毛病。开始说呀，嫂子不理他，嗯，知道这是毛病。时间长了也腻，谁都烦。
啊，怎么了？做饭怎么了？你以为轻生啊？你以为买菜轻生啊？一个个都刷碗简单呐。嗯，时间长谁也受不了。是，他不信，少来这套。嗯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能当媳妇啊，我这些活我偷着乐去，我得。怎么了？多轻生啊！你当男的，我当女的，这有换的吗？两口嚼嚼。嗯，街坊旁边住着一老科学家。哦，总听着吵架，过来劝，怎么了，于老师？嗯，打架。您是科学家，我问问您，嗯，有没有什么仪器让我当媳妇儿，让他当丈夫？真换呀、啊！俩人换。科学家乐了，有，有，刚研究出来的。嗯，换吗？换，换，真换。拿俩耳麦。接好了，好大仪器，挺大个的。是，咱不懂上面是什么，这都弄完了。老科学家问：“后悔吗？后悔吗？”最后再问一遍：“不后悔，我这一摁着红钮就换了。”哦，不后悔，来吧，我就想当女的。好，砰一摁，噗，冒白烟。哟，十分钟烟下去了。嗯，他们嫂子络腮胡子出来了。好，你再看他这个，嗯，烫一大波浪。穿旗袍站着站着，真换了，松快了。行了，明儿你上园子说相声去吧。啊，我在家做饭，我做饭，买菜，做饭，吃炉子，炒菜，接孩子，嗯啊，擦地，擦玻璃。刚开始前三天痛快，新鲜劲儿嘛。啊，嗯，打第五天就腻了。是啊，要别的事儿嘛，这太没意思了，这个啊，又找那科学家去了，嗯、上点事儿吧。还给我们换回来吗？我不想当这女的了。嗨，你看看，当初问你你不听。嗯，真想换回来吗？真想换回来。行，一年以后就换回来了。怎么？怎么等一年呢？嗯，你现在怀孕了。哈哈，这还怀孕了？所以说这说相声的台上台下都很辛苦啊。嗯，到时候谦哥生完孩子，大伙都来啊。办喜三来是怎么着？啊，庆祝一下。啊，说相声都是从小学的。对，都打这么大。比这还得小哦，多大呢？多大？跟说话这孩子差不多。啊，都小孩学，小孩时候对，没有六十的说相声的，没有，那就学不出来了。从小学下功夫，这几门功课弄好了不容易。对，好多人家里有干这个的，有的人家里没有干这个。嗯，我的父母不是干这行的，是吗？哎，我是纯粹自己爱好。学的哦，没有家里干这个。于先生不一样，我，他们家有干这个，世家嘛，嘿嘿，人家是曲艺世家。对，我们家有干这个曲艺世家。嗯，从他祖父那儿，嗯，打他爷爷那会儿，嗯，就干这行。哦，老先生啊，那谈不到老前辈，不说啊，唱。啊，对，古曲唱曲的，嗯嗯，过去来说啊，我不知哪个研究过啊，嗯，戏班跟曲艺界以朱市口这趟大街为线，分街南街北，哦，到天桥这边了算街南，嗯，这边小园子没身份，但凡有点身份的演员都得在街北，是中和呀，什么广阁楼啊，嗯。什么广和呀，这些个大园子，哦，都是戏曲，跟这边唱，不能唱接哪儿来。哦，他祖父这一辈子，嗯，都是在街北边唱，哦，都在那边，有八大剧场。哦，他祖父分布在前门的八条胡同里，韩家台陕西巷，嗯，往寡妇斜街，哦，皮条胡同。我们家都在那儿，哎，尤其一唱，只要有他祖父在这儿唱啊，啊，剧场门口挂一大红灯笼，哦，啊，有红灯笼为记，那儿他们家九站街北，九站啊，九站街北，没听说过。后来一解放不让干了，是吧？是不让干了，那一六妓院怎么干的？受迫害不让干了，受什么迫害呀？就说这意思，大园子，大园子，我小我也没赶上。听老先生说的，您说您记得可够清楚，听我名字嘛，是吧？嗯，你祖父那会儿，到他父亲这会儿，嗯，也喜欢这个，对呀、啊，家传嘛，嗯，家传嘛，你祖父唱还在那边听着，真灵，学弹弦哦，弦子，哎呀呵，三弦圣手，
嚯，圣手，圣手，被称为圣手的有几个？嗯，想当初有一位京呼圣手，孙佐臣孙先生，哦，了不起呀、啊！三弦这方面称为三弦圣手的，嗯，就是你父亲，就他了啊？为什么叫三弦圣手呢？为什么？这是刘宝全先生给起的名字。嚯，哎。于少谦呐、啊，嗯，您先等会儿吧，您先等会儿。少谦、啊，不啊，这叫谁呢？这是叫你爸爸呢，于少谦。我爸爸叫于少谦，大户人家排字嘛。你叫于谦，啊、爸爸你这几个叔，于少谦、于小谦、于再谦、于有谦、嗯、于还谦。嗨，还谦呢？别谦了。大户人家吗？什么大户？倒着排这个是吧？这多搞笑啊！你看看。搞什么笑啊！诙谐，你们家好诙谐。您记错了，老于啊，哎，这么说，老于啊，对，三弦圣手啊，嗯，我恨不得你是三弦圣手啊。是啊，我恨不得给你剁下一个去，就剩一只手啊。好嘛，那么恨呐！哎，你在院里边弹弦，我在屋里坐着，嗯，冷耳朵一听啊、嗯，就跟狗挠门似的。哇，没法听了这个。夸你父亲，这是夸吗？这爸爸很高兴啊，这是谢谢您，我一定要再接再厉。我爸爸还倒口，老北京人啊，嗯，这是老北京吗？这个老北京什么老北京啊？这个祖传七辈真正老北京，知道吗？还真严防扫北之前，北京就有你们家啊，是啊，就一家啊，就你们一家人。那是在北京吗？啊、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天天弹，跟家练，不辞辛苦练、哦，练练好几年。后来你母亲说了，啊，这个老头子，嗯，我也得劝你几句啊。全人家弹弦我也看过 啊，多好的多次的我也看过、啊。你天天跟家里弹，我有句话想说呀、啊，这今年我不好意思说，是，但是现在我不能不说，你得把三弦啊，你得配上弦子。谈什么呢？这什么都没有，干滑了呀！是不是？他不出音儿，你知道吗？没东西出什么音儿啊？爸爸恍然大悟。是啊，这也干一辈子这个。我还纳闷呢，嗯，这怎么不响呢？早说呀，这个啊，天天他也没工夫光弹弦的啊，有时候弹会儿还得忙活他正经的工作。还有工作，他到他这辈儿，这就算道友了。哦，大爷高露。哦，玩了。当初你祖父是指着这个在这八大剧场那儿唱，别提这八大剧场了，怎么样？你父亲就拿这当玩儿，他有钱呢。哦，有钱了，大少爷。嗯、哦，说难听话，狗少，拿钱糟。哦，就造钱了。大爷高露玩，他一天挣那些钱，他干嘛去呢？他不抽烟不喝酒，嗯，也不出去玩，也不会跳舞，什么都不会，不看电影。哦，他挣点钱他干嘛？他不就谈这个吗？啊、哦，就玩这个了，是不是？他天天多忙，一天到晚的，是大生意，对吗？哦，他天天在这个汇丰银行那儿门口那儿修鞋啊，修鞋呀，天天他忙着呢，是吧？哦、你知道多贵的鞋他都摸过，是吧？那管什么呀？这个后来这不是不让去了吗？怎么了？修鞋不让修了。哦，啊，你母亲也说他，你怎么不去了呢？是啊，我去不了了。怎么？现在修鞋咱没有脚皮了，没有脚皮怎么修鞋？没脚皮了。啊、您昨天不是弄回来一个汽车轱辘吗？拿汽车轱辘钉啊？那个不也一样吗？嗯、行是行啊，那是银行行长的车呀、啊。好嘛，原材料是有了，就买那个地儿没了。好嘛，银行都找你啊。啊，那干什么去呢？你母亲想了想，乐了。什么？哎，想起来了。干嘛？你不是会弹弦吗？嗯，我会唱大鼓式。就这口条还大鼓式？弟俩，嗯嗯嗯，咱俩人唱这个北京大鼓式去吧。呵，好嘛。哎呀，要糟践这个。太好了。嗯，老两口子兴奋一宿。就这个？现如今像咱们这个原汁原味的北京大鼓式，没有了。这叫不要脸，知道吗？我有了，嗯，唱去吧。哎呀，家里有木鼓啊，没鼓。半夜你爸爸出去买鼓去啊、嗯。街上有一家卖炭的，卖炭。过去卖炭都敲那鼓啊、哦，蹦蹦那个，哎，都破了，两面都破了啊、哦。把人家鼓给偷来了，没法打呀。你看看这个鼓行不？嗯，这个鼓还能做个小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我这样举着能看见你。嗨，老两口子就别逗闷子了。看看这个，耶。你干不干呀、啊？这个，净逗。
够了，还唱不唱了？好诙谐嘛！这地方诙谐什么呀？准备好了，嗯，转天早晨上哪儿啊？天桥。哦，这个学名叫上地。哎，对，上地去，到地上演出。对对对，一个摊儿接着一个摊儿，这儿是西河大鼓，哎，这儿是评书，哦，这儿是河南坠子，干什么都有。这儿是竹板书，啊，这儿唱单琴大鼓，嗯，一个摊儿一个摊儿，是有人租板凳。哦，说我想跟这儿唱，这地儿有人管。哦，这地儿是他的，一天多少钱我给你。嗯，他给你摆上八条板凳六条板凳。哦，每天挣的钱都是你的，租板凳给人家这钱。嗯嗯，哎，找来找去真找着了。哦，租了一块地儿，有点钱给人家，嗯，把鼓支好了。嗯，你父亲定闲的，齐队干嘛呢？是怎么的？每家摊跟前是人山人海。是啊，你父母这摊方圆四米没有人走，就冲这动静也没人敢过来。谁打着过都照着走。嗯，大人领着孩子，拿手捂着孩子脸，别看，别看，别看，当车祸那么走啊！一天下来，嗯，不够板凳钱。嗯，这怎么办呢？一琢磨，这个地上咱们干不了了。没法干了，咱们这个玩意儿啊实在是太高级了。好嘛，咱们这些个粗人听不懂，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咱们上电台唱去吧。啊，上电台唱去吧。谁让唱啊？过去私人电台比较多。哦，起个照有点钱就能干电台。哦，上电台做广告居多。嗯，所以说上节目很方便。哦，来到电台一说，嗯，咱们两口子是唱原汁原味正宗的北京大鼓似的。别跟人说这个，台长说还是真没听过北京大鼓书。啊啊啊！这个多少钱呢？哦，一年50块钱。一年50块钱？台长一听这合适。哦，这不用什么挑费啊。这就没挑费啊，这跟白使唤人一样。啊，来段试试吧，唱唱试。人这一报北京大鼓书，嗯，这一敲啪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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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还这味儿。弹弦子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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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，台长进来，眼泪都下来了。好嘛，别弹了。别敲了，天线都折了，嚯，好，发射机都冒烟了。二位，走吧，走吧，门儿没有，厂了半天了，嗯，把演出的钱给咱们吧，这就要钱。不是，你说你没唱呢，那给块饼也行啊，嗯，要饭去了，上哪儿？给两块饼啊，两口子吃了就出来了。哦，哎，一边走一边叹气啊，嗯，北京城的人呐，没有识货的。是没人识这，狼厨拿那个碟在田桥这边，嗯，大石栏跟前儿，嗯，八大剧场都红成什么样了？这当一美说呀，这啊，给我们老祖奶奶丢人呐，嗯，老祖奶奶死在底下，要知道我们落魄如此的气活嘞，嗯，北京人，你们不该不听我们的大鼓，哦，我祖奶奶对你们有功啊。是吗？想当初八国联军打破北京城，嗯，德国守将瓦德西是谁制服的？是我奶奶赛金花。嗨，啊，你们太不像话了！有这历史吗？这啊，北京城不唱了，嗯，以后再听咱们唱，远远的听去了，远远的上郊区的。哦，奔郊区了，奔郊区。哦，两口子顺着北京城出来，出永定门，直接奔大兴。上大兴，走着走着，快到西红门这边了。嗯，进了村了。哦，你父亲一瞧，哎，这个地方行，有村落了，这个村有人。嗯，啊，到了大兴县来，嗯，没有人懂咱们这个大鼓了，咱们呀买个新鲜吧。哦，新鲜劲儿，一弹这，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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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，打里边出你老太太。嗯，什么叫唤呢？这是。爷，你们是干嘛的呀？嗯，老太太。嗯，俺们是唱北京大鼓说的。北京大鼓书啊，那比我这辈儿还夸呢。啊，嗯，哎呀，也别说，多少年没瞧见这个了。是，当初啊闹大水，嗯，大水下去之后来了一波啊耍鼓扭的。哦，就是耍木偶的。嗯嗯，那年我还小呢，刚4岁。哦，那是，这是多少年没来唱玩意儿的了。太好了。哦，多少钱呢？看着给。哦，看饭就行，管饭就行。哎，啊，
管饭就中。哦，那太好了，上我家来吧。哦，请您去了。小两口子让着家，老太太变村请客，请客来吧，上家去吧。来唱大鼓子了。嘿，北京大鼓书，咱们也听听早先这老北京人怎么说话。太热情了，来吧，都来吧。全村老太太、老大爷都来了。哦，这屋子压压叉叉都坐满了。你看看，从下午两点，开始唱，这就唱，唱吧。嗯，老太太坐头一个。嗯，来吧。没了。这样唱吧。啊，有意思着呢。是啊，你别听先生说话有口音，唱起来呀、就好听多了。那您听听，来吧。嗯，午夜之声，弦子定好了。好，咣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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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没废话哦？姐姐，这段我听过。是啊，《西游记》对，高老庄，嗯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收八戒。那别的说书的废话多，前面有好些，绝不开书呢。他给书听，嗯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上来就打，听吧，哎，听吧，二一句，嗯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嗯，对呀、啊，怎么他打他，他能不还手吗？嗨。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听着错不了。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。嗯，多大胆子？怎么了？知道一个猴一个猪就敢唱《西游记》？好嘛，这要是知道俩长虫，还不得唱《白蛇传》呢？下午两点开书，嗯，唱到夜里十点半。就这句，就这两句，一般人盯不下来。是，你没一个好体力，你盯不下来。谁也得唱烦喽。一般唱十几句就犯鬼了。嗯啊，你母亲唱了一下午一晚上，哎，没乱，这词儿不乱。嗨，那管什么呀？好角儿啊，别捧了。好不是好。嗯，满屋子人都走了。对，谁老听这两句？就剩老太太自己坐着坐着，嗯，拿手托着下巴磕的。哦。实在太烦了，我说早上起来又眼瓢了，昨天夜里做梦梦见我死了多年的爹了，好嘛，提醒我呀做事留点神。嗯，没听我爸爸话呀。孩儿呗啊，别唱了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我太太男的不累，不累，你是不累啊，猴跟那猪累吧。嗨，打一下午了啊，一下午一黑劲儿。嗯，哎，你瞧瞧这屋人都走了。啊，说实话，这房子是我的。哦，不是我的，我连房盖都挑了。好嘛，知道吗？难为你们俩。嗯嗯，真没羞没臊啊啊！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。确实有点累。哦，老太太。嗯，饭呢？好，还有脸吃饭？还吃饭呢？嗯，气得我都没吃饭。好嘛，窗台上有俩贴饽饽。饼子，这是老头子死的时候留下来的。嚯，这些年也没舍得动了。嗯，本来想留个念想的啊。你们俩吃了吧？就吃这个吧。把俩铁饼子拿起来。嗯，哼，跟化石似的，太硬，扔出去把狗砸一跟头。嗯，二楼掉下，大胖子能砸出血来。我看了看，搁在桌上一拍。老太太，有锯吗？要锯呀！实在是摇不动啊。嗯，这儿有。拿一锯来，嗯，把踩着的踩好了，嗯，拿个锯来，你吃我吃啊，你来大块的小块的，嗯，我给他分给啊。干过木匠，给你，嗯，你母亲接下来，康康就咬，哦，门牙都掉了，好嘛，慢慢吃吧，慢点吧，老太太，嗯，有汤吗？要汤。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心宽呢还是没羞没臊，还有脸要胖子呢。水缸喝水去，喝凉水，俩人真听话。嗯，吃这饽饽喝这凉水、哦、吃饱喝足了。老太太，嗯，咱们睡哪里去？嘿好，哎呀，
吃得饱睡。要不是半夜，我现在就把你轰出去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睡这屋，嗯，你俩那屋啊。别瞧我不爱听，嗯，刀子嘴豆腐心，炕都烧热了，还是心肠好。睡觉去吧。嗯嗯，两口子来到这屋，炕上一躺，舒服。哦，底下是热炕，腾着，嗯，上面盖着厚棉被，啊，当这儿肚子里凉水波波。到了后半夜啊，你父亲这屁呀，怎么了？放屁都起了化学作用，好嘛，噔，我爸这屁是为了纪念抗战六十周年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怎么都这味儿了呀？好家伙！屁缘，还有屁缘呢！我不能做屁下之鬼。啊，找去吧。哎呀，这哪是屁，太厉害了。嗯，韭菜屁塞牙那么臭，哎呀，窝窝屁呼口那么臭，电线屁臭一溜，蛤蟆屁臭一坑。别形容。要账的屁，初六初七藏账的屁，不等不等。嗯，二分钱羊杂碎还要点赌。村子不大，有牛叫唤，水屁带嘟噜，深山老林还跑吉普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哪是屁呀？嗯，勾点芡就是屎啊！呵，哎呀，您这太恶心了，这什么呀？这老太太说不行啊，我死也得死明白了啊啊！我看看这俩化学家在哪儿住的？你好，当化学家找啊？他了不起了，嗯嗯。光听说当初日本有毒气弹，我没赶上啊！啊，这东西太厉害了！哦，找吧，找。姐这屋出来，来到这屋一推门，嗯，你瞧你父亲那被窝，呼声呼声呼声，好嘛！老太太叫呵，嗯，大胆妖孽，好，你在这儿呢，嗯，不敢上跟前去，对，怕崩着，嗯。拿一竹竿进来，嗯，悄悄伸过去，一挑这背部，好嘛，一股子白烟，都看见色儿了。我看你瞧，嗯，这俩是虎仙，嗯，两步到跟前，抡圆给你爸爸一嘴巴，嗯，打人，起来，哦，起来，别睡了，嗯，给我唱去，还唱，老太太，嗯，你不是不爱听吗？嗯、啊，再不好听，也得放屁去啊！去你的吧！哎，对，别抢，他都不敢抢呀、啊。是啊，这是义德呀。啊，对，不能抢话呀。啊，谢谢大家，嗯，谢谢大家。这些日子我们也是挺着急的，嗯，天天门口为了看演出打架，可不吗？真没辙。说良心话，做300人的剧场，来500人就肯定有进不来的。那可不是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明白。好多人给我出主意，没法弄。现如今，国家各个部门都注意着我们。嗯，多卖一张票花10000块钱。就是罚款，这场可卖不了1000000块钱。嗯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在想办法，没有别的更好的辙。嗯，就求大伙多谅解吧。嗯，是不是？住哪儿的都有，前三门的您就算是进的。那可不，当然有一晚的可不落人了。嗯，人打昌平来，打通县来，是是，你怎么让人回去？嗯，是不是？不是资本，好在现在交通工具比较方便。哎，对，有的朋友自己开车来的。那就方便多了，也不算个事儿。嗯，一踩油门就走了。是啊，现如今来讲，
我觉得这交通帮了好大的忙。对了，过去来说不行。嗯，你看现在观众有坐飞机来的啊，那赶着过来呢啊。嗯，你倒着来怎么办呢？嗯，是不是住着门口就人家倒着来？嗯，俩延庆人啊，坐飞机就过来了。延庆坐飞机过来啊，这太糟践钱了。这个是我就说开车，开车这两边窗户开了，嗯，搁在身上啊，其实跟飞机差不多，开快点可能也能飞起来，是不是？没听说过。嗯，汽车啊，这东西太好了。嗯，但是也不好。怎么还不好？就没有汽车，街上能堵车吗？哦，那也没有堵车了。能出交通事故吗？哦，撞不着人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开车时间长，对身体都不好，活动不了啊。今天来这道上，旁边路边上停了一辆大奔，好车呀。啊，车底有一人，嗯，有俩人架着胳膊，哦，正来回溜达。怎么了？我说怎么了？这是啊，没事，郭老师甭管啊。车坏了，我们交通走道啊，开车开的都不会走道了。来，总开车不服众啊？好嘛，太邪乎了这个。开车、坐公共汽车，嗯，包括这打车，打车都很方便。对，出租，您一伸手就一辆啊？对啊，一伸手就一辆。现在车多，可是打哈欠两辆。光打哈欠就甭伸懒腰了，你就对吧？想当初说实在的，嗯，没有这么些个出租车。是你往回想想，嗯，想想你小时候。我小时候去年啊，我才多大岁数啊？我长得老像没听说过啊。您就说七八十年代，七八十年代咱们小时候，对，哪有这么满大街跑的出租汽车呀？哎，没那么多。这是说明社会在进步。哎，对，好事儿。想当初的北京城拿什么代步？嗯，大部分是走着，那就腿儿干嘛呢？有钱的坐个大二车，大二车是不是？有钱的象征。哦，还有的像出城去远一点地儿，嗯，骑个小毛驴。哦，对，骑驴是不是？赶脚的吗？过去有老北京土生土长的老人，嗯，就爱骑着驴吗？对对对，叫阿凡提。啊，这是老北京吗？这阿凡提？我小毛驴是哪儿啊？还唱呢？还一句老北京话吗？什么？没听说过都。我听着了。嗯，当初还有这么一种交通代步的工具，什么呀？洋车。哦，就拉的那洋车。咱们看过一电影啊，《骆驼样子》，对吧？骆驼样子呀？什么？没听说。骆驼祥子。祥子，对，这是人名，弹弦的。没听说。哎，您说这是嘛祥子？不是，骆驼祥子。对，拉洋车。嗯，为什么叫洋车？是当初最早的东洋车，怎么日本发明的。哦，从那边引进的。到天津不叫洋车了，叫胶皮。怎么叫胶皮呢？这俩轱辘外面有胶皮。哦，这么叫胶皮。拉胶皮的。哦，到了上海叫黄包车。黄包车。哎，上海人一说这个娃娃车。对，什么车？娃娃车。王八车呀。一种尊称啊。还尊称呢？这上海话车是一个辛苦的行当。嗯，有能挣钱的，也有挣不着钱的。怎么还挣不着？你有的人早晨起来啊，啊，六点就出去了，早啊，晚上八点半回来，晚归，这一天挣一块钱，哟，这太少了，不够吃的。对呀，也有这个，早晨九点出去，晚点了，顶个下午四五点钟回来，收的也早，每天能挣八个钱，那这就够吃的了，够挑费。对呀，有那个上午十点多出去，哦，两点回来的，嚯，能挣这么二十来块钱。呵，这就挣得不少了，这就看见钱了。哎，有的是中午十二点出去，十二点半回来，挣一百多块钱，挣那么多呀？他把车卖了，哎，这太不是过日子人了，这个啊，高子洋车怎么着？没听说过，洋车之前都干这事儿。拉车的分这么几种？哦，有一种是拉车贼，怎么叫拉车贼呀？最坏。哦，他拉车呀，比做买卖挣得都多。是吗？嗯，耍心眼啊，把车拉出去，嗯，车捯饬干干净净，漂亮，人收拾的也漂亮。对，上车站，车站，北京火车站，嗯，往这一放，人多，不是谁来他都拉。哦，还分人，一瞧这拄着拐棍，戴眼镜，嗯，很有知识，是不拉。哦，他不管这人，不管。哦，一瞧这下来，背一大包袱，两眼一抹黑，嗯，脑袋蒙一白手巾，哦，
你瞧这是外地刚下火车的外乡人，这个能拉哦，过去一拍肩膀，哦，吓一跳，干什么？是外地人，纳闷儿，嗯，刚来是吧？对，刚来是吧？啊，上车，谁敢上啊？这个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，上车呀、啊，上车，你去哪儿啊？嗯，我上崇文门。哦，崇文门，下了火车奔崇文门，没多远，很近嘛。我上崇文门，对，吸什么气儿啊？我还出一口气，崇文门。怎么了？通县你怎么没下车呢？啊？到崇文门通县下车呀？多缺德呀！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冲这脸，你琢磨一天这地儿到不了。哦，太远，老乡吓坏了。嗯、啊，我的娘啊！啊，远吗？远妈呀！嗯、啊，车吧。嗯、啊，我送你去吧。啊，你送好。多少钱？不问钱。你这一瞧也没钱呢。是啊，给10块钱吧。10块。我的娘呀！我打山东到这才2块钱，上趟崇文门10块，太远了啊！我钱太贵了。嗯，你给多少？给多少？我借2块钱行吗？2块，上车。哦，拉了，因为这道也就1毛钱。嚯，他这就发了财了，翻了20倍。上车。嗯，拉着车上垃圾跑。嗯，跑着跑着前面过马路了。嗯，把车撂下去，我停下了，再掏2块钱。干嘛还掏钱啊？怎么还要钱呢？是啊，没墙那儿站着警察老爷了吗？警察，警察叫老爷，怎么也不是谁姥姥？对对，没姥姥这个。过这趟街，嗯，得交2块钱过街的钱。这还有过街钱？我的娘呀！啊，北京这个道实在是太贵呀。这不给行吗？嗯，不给也行，咱来回试试吧。来，怎么试？拉着车奔逆行。走逆行，冲着警察就过去了。嚯、哦，警察能爱看吗？是啊，一晃手里的胶皮棍儿。嗯，回去，让回去，赶紧回来了。嗯，不让走吧？废话，啊，让走就撞上了。老乡没辙了啊，掏出2块钱又给了。你等着，嗯，转身跑到后边，嗯，电车票、废票是一张，拿着，攥着它啊，攥、哦、着。老乡接过来，不拿这个就让走了。嗯，那可不呗，走，坐住了。拉起来往前走，路过警察，这老乡把票举起来了。啊，那有票呀、哎！那是这票吗？车跑去拉车开车，你看见了吗？啊，有票，警察就不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到前面旮旯，嗯，找一小孩拉车的。哦，给1毛钱，给他送到崇文门去。哦，换人了，他自己不去。是，到这儿瞧，这么近呢、啊。嗯，大街小巷。我怕人找见他，这么简单的一段道他就挣了3块9毛钱。你看来回的这一天赶上多少起，他们挣钱了吗？啊，真挣钱了，一干买卖发财的多的。哦，这是机灵，白天挣钱，嗯，到晚上也换西装，干嘛戴上礼帽，嗯啊，拄着文明棍儿，嚯，也吃喝嫖赌，哦，出去消费去，还得消费啊，找一歌舞厅，嗯，一坐跟舞女得说呀，哦，我爸爸开银行的，嚯，我趁多少多少钱，大公子，舞女高兴，那你走吧。挎着胳膊，俩人出来，哎，往这一站，嗯，洋车，哦，还叫车，洋，他也叫洋车，嗯嗯，洋车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一个，嗯，哟，二哥没出车，嗨，这位也没眼力见儿，这位，遇见同行，哎，那好了都给，我怎么说遇见同行躲着走呗，就说这个，哪行都一样，没听说，啊，这个人叫拉车的贼，哦，还有这拉车的油子。怎么还有油子？嗯，也能挣钱哦，但是他没有拉车贼狠。哦，他好点儿。哎，他上哪儿拉车去呢？嗯，找一胡同。哦，哎，往这一待，嗯，等着，一瞧把那儿来了，提着4个箱子，哦，4脖子汗流，2目就迎上去了。是，大爷，您跟这儿呢？大爷，我伺候您吧。都会说话，谁都爱听这个。对。把箱子递过去，嗯，搀着上了车。哦，哼，瞧您这意思，这是要出门吧？哦，啊，是我上火车站啊，是出趟远门。好，您这趟去了不得，是得大发财源。这吉祥话。走走走，咱们走。嗯，哎，多少钱呢？您怎么了，爷们儿？嗯，咱们还用说这个吗？啊，能伺候您是我的荣幸啊。呵，我脸上有光啊。真会说。您说钱干嘛呀？嗯。
嗯，这时候一琢磨，啊，别跟他客气，哦，回到时候不定要多少钱了，怕这把话说到头里边，嗯，你别去啊，你别去，你说好了，嗯，到底多少钱？对，到时候找麻烦。嗯，您瞧，你这昨天也是啊，有一位跟您差不多，哦，这穿上打扮一瞧也像您有钱人，嗯，哎，就您旁边这门啊，是是，也是拉到车站，嗯，二话没说给了1.5元。哦，这时候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了？这点道也就是2毛钱。嚯，这翻好几倍。他开出方子来了，嗯，要1.5元。是，心说漫天要价就得还钱。嗯，赶紧到了车站，咱们再说。哦，你想的很好，可你闹不过他。是啊，哼，拉着这车，嗯，这一道上不住嘴的跟您聊天。哦，不想当面啊，大发财源。嗯，您这买卖得翻着番的挣钱啊。好话啊，好，你快着点，你快着点。哎，对。是，得跟您说，嗯，这不骂了。哦，您是瞧您旁边过一辆汽车，我比他慢。是，您看看这是那牛，我比他快多了。嗨，也不怎么样。往前走吧。嗯，正走着呢，又打那儿来人，一不留神，咣撞上了。撞人了？撞人都是个学问。怎么？这位站起来这就急了，那怎么？别撞我啊！拉车子会说话，怎么说？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您瞧这事闹的，您一慌我一忙，这不就撞上了吗？对，你一慌。一忙才撞上的。哦，你要不慌，我可就不忙。他把这错给人俩人的责任。嗯，还放心说，呵，你教训我，我抽你！啪，大巴掌过来了。嗯，他客气一鞠躬，别生气了。哎，躲开了，巴掌过去了。嗯，满脸堆笑，举拳难打笑脸人。就是啊，人家一劲客气啊。您怎么了？您跟我着急？我上了80老母，下了不会有道的孩子。哦，您把我打伤了，全家人都得饿饿。是是，您那忍心呢？您是善人呐。嗯，两句好话下去，这时候就没辙了，没事了。不是你这人，你也不瞧着点这事闹的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也就是撞了我。哦，这撞别人也这样啊？对呀，撞了我，下回注意吧。哎，好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嗯，打不走了，没事了。拉起车来，回头还得舔。怎么说？看见了吗？啊，这说实在就是没事儿。真撞死打官司得我去。废话，你不去不是吗？可不是他去吗？到火车站没有汗也掏出手去来。哦，这挺擦呀。假装。哼，您瞧，天不热呀。是。你出那么些汗啊？嗯，那意思就是你太胖了，累的，我累的啊。嗯，这时候一琢磨，一看表，差6分。哦，马上就开车了。哦，你跟他打架闹不过了。是啊。掏出2块钱。嗯，不1.5吗？啊，找钱。找5毛，结果这钱来乐了啊！瞧，这刚出来还没挣钱呢。这样吧，我给您换钱去，20分钟我就回来。嚯！不要了，你都拿走吧，你都。哎，拿走吧，拿走吧。耗不起，那拿走吧，拿走吧。嗯，多的呢，这叫生，嗯，生药。巧舌如簧啊！行，有一点意思啊。他只是乐了，他也能养家糊口，也挣钱呢。拉车不光是体力活，也是脑力活，机灵面、眼力劲儿，有的人就不行。怎么？比如说于谦的大爷，就是我爸爸的哥哥。对，哦，他大爷今天要活着得96岁，怎么那么大岁？他们家哥们多，他爸爸行小，最小一个，47。对啊，这哥们太多了吧？这个俩年头家里没什么正经事儿干，那生孩子玩啊？啊，没听说过。那90多了。是啊，老头当初就拉过车。哦，他也是老北京人。是老北京人，后来混不下去了，到外地去谋生。哦，到外地一瞧也不行，又回来了，闹到外地回来。回来之后到北京找这个老朋友，嗯，找人帮忙。哦，啊，因为都是老北京的人嘛，所以他好说话，说得近啊。跟这朋友说，嗯，老八我讲的事你也刮过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这是老北京口风吗？这个老北京吗？老北京就这味儿啊？他主要出去时间太长了。哦，出去1个多月。哎，我爸这口音改的还真快啊。是你大爷啊！啊，这嘿，我大爷，我大爷，这就算舞台事故了。待会儿我让于老师自杀，你接天下。我呀，没有那么大娄子。跟人说的意思就是自己打算干点什么。哦，这朋友看看他直作牙花子。是，按说呀，咱们都是老北京人。嗯，我得管你。可如今呢，看您这穿上打扮啊，有车给你拉，给你挣得出来。怎么？你看6月3伏穿着一头棉裤，棉裤，英名是棉裤，棉裤可不多，也就4两，12斤啊，厚棉裤，白天穿着，晚上脱下来顶门，这
么硬呢？这棉裤练功不打二楼下去，能把狗砸死。嚯、哦！穿俩垫衫子似的。是啊，脚底这双大棉鞋8斤一只，全是棉花。哎呀，走道慢，知道吗？那还不慢？过去练轻功都穿这鞋。是啊，当沙袋那么穿。啊，你们这怎么弄这个啊？嗯，一琢磨那也管他呀。是，领到车厂子，有朋友是干这的。哦，认识人。一说干什么？嗯，这个人啊。了不起哦！啊，他这个侄子是于谦，哎，提我干嘛呀？若干年后就是中国相声演员了，也没听说过啊！甭提我，这是他大爷，叫王富贵啊！等会儿吧，你先等会儿吧。我姓于，我大爷会姓王，亲的呀。是，就是亲的才不应该姓王的，这个你这个脑子有问题，我脑子还有问题。哎，你别问了，你问清楚也是病，问心里也是病啊。我不问清楚了，这病更重，知道吗？你问这个，你先说，你大爷跟你爸爸是一回事啊？对，不是他那也是亲哥俩呀、啊。这就算姓于吧，就算姓于。什么叫算姓于啊？啊，说您家这事儿您得管呢。啊，您是开洋车厂子的啊，有车给人一辆让他拉去。是，这时候看看这身衣裳，哼，哎呀，啊、身衣裳快看上盔甲了、啊。这身衣服干嘛？扛不住，嗯。啊裘皮钉，大爷买的啊，嗯，3寸5的，这么长、啊，从底下往上钉，哦，露了几个大尖儿跟这儿，冲上头，你都砸弯了他呀，那也拍扁了，拿块麻袋给盖上了，还藏起来了，自个儿看着挺痛的，行，这不就瞧不出来了吗？哎，对，光瞧不出来就行了，俩葫芦，一个胶皮，一个没胶皮，就凑合吧，好凑合了，前面车把剩一根儿了，嗯，单挑虎不行啊，是啊，找根扁担捆在这边，哦，这逼了扁担，前面横梁上来根。嘿，拉着车上大街了，真能凑合。人家都跟街上找座儿，嗯，他找一死胡同，死胡同，怕人看见啊。呵，搁死胡同，抱着肩膀跟着蹲着。嗯，早晨6点出去了，哦、下午2点都没拉座儿，那是没人呢。按说这一天也没座儿，嗯，真有这倒霉催的。来人了，胡同里边门一开，出了一位。哦，啊，你瞧这事闹的，嗯，正要找车，这儿就有，嗯，巧劲儿吗？洋车，嗯，洋车。哎、大爷抱着肩膀还乐了、啊、这个毕竟人家圣母念过书，怎么了？叫什么名字都有 啊，还有叫洋车的，谁叫洋车呀？就是啊，人家过来，哎，说你呢，嗯、啊，这才抬头，干什么呀？嗯、啊，那个这怎么着？拉座不拉？拉呀、啊，拉座。我那行了，拉我不拉你拉我，这叫怎么说话？你说什么话这是？啊，多少钱？我上车站。嗯、啊，你就看着这。哦，你来这你说好了，你要多少钱？40万。嚯、哦，穷疯了吧这？你要疯了你？40万啊？你40万给我什么？这条胡同是别的啊？这本来也是我的，哪不刚开了？把钱给我，这白费劲了这个。别别废话啊！真废话。那个，给你1毛钱去吗？嗯、啊。按说这大包得1块钱。哦，1块。哎、1毛钱去吗？嗯。你大爷哪拉过这个？嗯。1毛。你瞧啊，一个有胶皮，一个没胶皮。啊，对，那可不是歪的吗？这事儿闹的，嗯，有歪的就歪着吧。啊，走，咱们走，咱们走。哎，好，你大爷先往车里抱大腿啊！干嘛抱大腿啊？太沉了。
棉裤箍的，一来这把，嗯，哎，这把是一个阴阳把，嗯，两根前面一个后边一个，省得这车打天秤。哦，打天秤就省得翻过去。对对，车翻过去这叫打天秤。哦，所以是一前一后压着车把这么着跑。对啊，来就这个，来就这个，一使劲，怎么这边下来啊？扁担抽出来了，这不结实的这东西啊！是，我给你个事儿吧。啊，你坐我这车，你是愿意坐呀、啊？怎么着？嗯、啊，不是，我不坐怎么办呢？你要真想坐，你抱着扁担吧。哎啊，这坐到后边啊，斜着身抱着扁担，什么模样这是？这一毛钱花的呀！哎呀，太糟心了这个。我回来，咱们准备走呢。走啊！这手奶着、啊，嗯，这手没地儿搁，怎么办？嘿，这个车过去底下啊，啊，走了。什么呀？千面子这是啊！是啊，走了20分钟，嗯，没出去2米，怎么？见高不见远，哎对，光往上蹦。哎呦，一边蹦一边还说呢，啊，你认便宜吧？怎么？坐我这个车，你睡不着觉啊？你哎是，全颠弄醒了，能睡得着吗？嗯，跑起来吧，后边这有这气呀、啊！你说一毛钱，我跟你今儿就磨了啊！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是因为看这意思，他不认道，不认识，拉着车可是北京城胡跑啊！驴来吧，掏出手绢蒙着眼，我睡我的，你拉你的啊！睡觉了，看这意思，我不喊停，他能跑到死。嚯、哦，问问道，好好睡觉，前面跑啊！大爷纳闷儿，嗯，他说他上车站，嗯，这个北京哪是车站？好，还不认识，嗯，哪里是车站呢？嗯，跑吧，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，嚯、哦，北京城都快跑遍了，嗯，没有啊，心里着急，嗯，前面过马路有一个人，哦，你大爷看着他乐了，怎么？这个小子怎么上了马路呢？走道吗？这个方向我是挺爱的。哦，郭老师，你这下去我绝对撞上了。撞上了，我估计撞上他了，挺聪明。废话，10、9、8，倒计时呢。6、4、3、2、1，撞！真撞，躲开不就完了？有人俩人过去啊，大仗有点乐呀、啊。我说后面那个，我说哎呀，我绝对撞上他。是你跑不了。这个玩意儿你知道吧啊，就奔着撞去的。哎你气的啊，呵，我你疯了你啊，你没瞧见我吗？ 啊这是好话。对，你没瞧见我吗？是是，我没瞧见，对不起，给台阶就完了。哎，你没瞧见我、嗯、我瞧见能放那么准、哎哎哎、这肯定是瞧见了。我早就看见你了。哎，我早就看见你了。那还撞？哼，我抽你。哎，打不打的吗？抡圆了打的。嗯，你看他拉车外行，行里打他内行。是啊，拽着一根车把走，哦，举起来了，嗯，大呼呼，拿手上了，大爷乐，你看看中了不是？啊、你看看，幸亏了，孙子你要找倒霉啊！嗯，正乐着打后边过来，揽着玻璃了，啪一大嘴巴。有一人，大爷呢？嗯，你怎么回事你？啊，我撞了他，他打我，嗯、你凭什么打我？对，我怎么